你对高级制表师表款特别有兴趣吗？如果是，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名字 ，Sven Andersen， AHCI 独立制表师协会的共同创办人，世界时区表跟春宫表的发明者。这位大师所属的品牌 Andersen Geneva， 该品牌 CEO Alex 日前收到 Linkentown 的邀请，百忙之中到台北与台湾的表友见面，带着许多经典表款与大家分享。独立制表师协会，简称 HCI， 是专业领域中顶级技师们的组合。这次来到台湾的 Andersen Geneva， 在独立制表师协会举足轻重，算是颇有影响力的大佬品牌。一般来说，这类型的独立制表师品牌并不会花太多钱来做行销，也不需要多介绍他们的表款，也因为去掉了广告预算，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开发与服务他们的顶级客户族群，开发出他们天马行空的客制表款。Sven Andersen 在创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前，在 PP 服务了9年之久，参与了许多百达翡丽重大表款的设计与开发，像是自制机芯、表壳、面盘设计，都是来自这位大师之手。在后来 PP 的表款，你都会看到 Andersen Geneva 的一些影子。这场表具展示多款 Andersen Geneva 热门话题的表款，像是世界时区表款，让大家热烈讨论的春宫表，400年才需要调一次的万年历表款，或是与另外一位大师所连成发表的鸠克表款，就连在国外都稍有展示这么多款饰表手表。活动中也特地展示了一款即将在今年 Baselworld 所推出的全新限量作品。碍于该表款尚未正式发表，所以当天就不能拍照，但是其精致和艺术程度，相信绝对不会让表迷失望。想要持续关注更多独立制表师的来台消息吗？欢迎持续锁定 LinkinTech 网站。我是 LinkinTech 的 Kenner， 我们下次见。